奇乐园。我们现在在温彻的车站等火车。哎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这个 GoPro 拍出来的真的好好看哦。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，男一？对你荣升为男一，成功挤掉佩佩这个女二，你有什么想法？好冷哦，今天我耳朵都快冻掉了，真的好冷哦。这只狗的问题，对，就是我们现在必须得坐到这个 X7 这个车的终点站 Sainsbury， 然后再坐回来，就是我们大概一点半才能到小猪佩奇乐园了，然后估计就只能玩3个小时。这简直啊！就不知道为什么，然后我们一看到我说还有20分钟，结果发现已经过了。这人的脑子，我觉得可以吃点核桃补一下。核桃，核桃。看，我们历尽千辛万苦，终于找到了。此刻，我想采访一下，你现在什么感觉？我已经没有感觉了。我现在已经进来了，先吃一点东西。这个人已经饿得不行了。午饭，哇塞，我的这个看着好好吃哦！再看一下他的，哟，这都什么东西啊？咖喱味的屎味的咖喱，他还吃得很好吃的样子，和我的比较好吃，绝对是我的比较好吃。你看我的这么的丰富鲜艳。你告诉我，薯片加鸡排有什么好吃？是薯条，你的是薯片，亲爱的。好了，就这样吧，我们要先吃饭了，吃完再去玩，拜拜。我们现在已经进来了，这里面还有小动物哦，这是什么？巨鸡。你看它跟所有的动物都可以交流耶。它说英文的吗？人家讲了 ，these birds will bite， 它咬人，你不要跟它乱交流，我跟你说，跟它吵起来它咬你，我跟你说。叽叽叽。它就只会这一种鸟语。这个只有我们两个人在玩耶，好冷啊！哦，好冷啊！这种天气好冷、啊，我的手好冻啊，冻死我了！你要我冷死我了！结束了，你们在吓我！冷死我了！啊！那我们现在去哪里？嗯，刚才的车。开心吗？开心啊。
爽，什么不爽？真的爽，哪里不爽？你告诉我。我还给他买了这个袜子，他回去要穿哦。我拒绝。不能拒绝，拒绝无效。一个粉色的，很可爱。我要尝一下这个巧克力。你不是说给别人吃的吗？那两个给别人吃，这个我可以吃。看着就很腻的巧克力，自己先拿了三个吃一个。你看前面吧，我不怕我太丑了。开了，别看我，别看我，他上去了，妈呀，他上去了，妈呀，居然有一个这么丑啊，他上去了，别看我，哦，呵呵，走了，哇，还有一圈。原来还有一群，那挺好的，都让我们玩一群嘛。就原来就是没什么呀，就很快就拐过去了呀，都不自知。好像是没有海盗船吓人。对啊，它还减速的，你看。不是你说减速？它都减速了。有，肯定有，看到没？看到没？看到了，我在哪儿啊？我上手捂着脸。